来，起来，起来，给你修修蹄子，来，起来，起来，别哭了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哟哟哟，走两步，哟，走两步，走两步，哎呦呦呦呦，这驴怎么走的？哎呦呦，走不了。不知道是吧？哎呦，这个后蹄啊！哟，别来动车的，好就好。从这儿，配分儿啊，说来我去，嗯，不准的。窝着呢，窝一圈儿。走走走走走走。切脚，你刚才说的就先立住。这刀下去这一下，温度高了很。哟！哎！哎呀你！这勺是还没劲儿啊！哟！哟！断！你修修也得劲儿了啊，浑身得劲儿。哟！哟！哟！老替给他兜上绳，越越那个绳没拉起身的，我这摸摸摸，我磕他磕他们。哟哟，看一下子，不硬，不硬。换一条腿啊！越，越，嗯，越。用牙线弄着了，你看。看一下。差一圈不咋的，差一圈。看，看，看，看。哟。吼吼。哟。
焦虑。还咋的？都叫那破的了呀？破的。焦腕呢？嗯。亲自一下呗。干。焦腕啊。干。是这声音。嗯，装车时候碰的。干。来，让我讲。你不怎么办了，好了。有脚腕上有，你看你说不上，有上面都有血，有好嘞，就。这不得劲了，这挠疼挠疼。这自家做的嘞。尾驴还觉得没事儿？不就是尾驴啊？那个叫三家幼儿园体育馆，那一驴分儿不小。捞一下就行。行了。有，还有订账的，有，订七张的少嘞，订七张。这都河南那边还是牲口嘞，是吧？是的。这河南那边还是牲口，上回河南来这卖来了，咱家是的，嗯，不是了，来这卖来了。落。这不行，鱼。这山啊，都捂着身。山，你下不了。干活来着。啊。山啊，都捂着。倒是挺老实，是吧？静的很。磨了都没水分了吧？这泡水分的。
月。